丈夫得了肝病，需要肝移植，是他的前任妻子给他做的肝移植。做完肝移植之后，各回各家，过自己的生活。你能理解这是什么爱吗？感恩之后的以身相许，是最不靠谱。从你想要感恩的那一刻起，你和他之间就形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，钱债一还，情债难偿。一个对你好的人，即便是不在一起，我依然可以为他献出我的所有，这是什么？这也是一种爱，这超越了夫妻之爱。所以我们都祝福他们。前男友也走了，孤孤单单一个人。没关系啊。真的撑得住吗？撑得住，没事。你相信奇迹吗？相信啊，我就是一个奇迹。今天还会有一个奇迹出现。什么奇迹？什么奇迹？待会儿我们就知道。我们可以开启告白之门。这么神秘啊。沈梅。阿哥。沈梅。阿哥。阿哥答应你，以后不管有什么事，我们都会陪着你。大梅，我特别佩服你。特别是你刚走的时候，你说谢谢，谢谢你对我长久以来的照顾，你给我的那些钱，帮助我的医药费，我都会还给你。我觉得这一点特别自立自强，所以你明天的生活肯定会更加幸福和美满。哎呀，我一定会坚强。另外，我也希望说以后对黄伟他的父母，在我康复之后也能够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或者是一份孝心，我也希望能够。好，谢谢你们，回去好好过。谢谢涂老师。尽管黄伟没有接受大梅的告白，但我们坚信勇敢坚强的大梅会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健康快乐的生活下去。怎么样，又感受了一下吧？你们不能明白的那种爱到底是什么爱，不明白吧？以为只有男女之间的情爱，父母之间的亲情之爱，其实还有一种更加复杂和高尚的爱，就是我照顾你不是为了得到你，我爱你只是爱你，爱只在爱当中获得满足。